这形容也是绝了。但是张伟成没出轨啊？什么？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忙美容院的事儿，我也没心情去关注他。但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他回来发信息的时候就总用手遮着那个屏幕，好像生怕我看见一样。但他平时可不是那样的，就好像摆明在告诉我说我手机有问题。还有吗？然后第二天他就非要主动送我去美容院，这一上车我也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了。这座椅我平时习惯的角度啊被人调过，而且应该是个女的，因为是往前推了。行车记录仪里边有什么吗？没什么实质性内容，充其量算是暧昧吧。那他这算什么呀？是想告诉你说你老公我要出轨了，快来关注我，还是想让你吃醋？奇怪吧？不奇怪，幼稚。不过恭喜你没有被绿，来先喝一个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既然老板出了新项目，我就加个班研究研究吧。职场戏多也就算了，这两口子过日子戏还要这么足吗？真的是让我对婚姻又远了一步。那就算没有实质性出轨，周敏的存在是事实吧？是，但是不管是周敏蹦跶也好，还是他想跳出来也罢，都是因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得到张伟晨才会这样做的。而且你也看见了，我们撕了，优雅的撕了。其实对于婚姻而言，离婚很容易，守护才是最难的。我们都不如多美的，你应该好好学学。我不要，我才不学呢，太累了，搞得我都不想结婚了。这个年头啊，小三是赶不进杀不绝的。不想结婚就不结，没有人逼着你一定要结婚。雷总，你是不婚主义者吗？不是，只不过这些年征战职场，理性多过于感性罢了。可能没有了结婚的那种冲动吧，也可能是没有遇到让我冲动的人。哦吼，冲动想结婚的人就来喽。喂，忙完了吗？状况如何？我跟月泽在餐厅等着你们。这样，你把地点告诉我，我来接你。去干嘛呀？不，高旭不是这个意思。今天让你们过来呢，是因为给你们准备了特别爱吃的椒麻锅，加麻加辣，特别好吃哦。15分钟以后开锅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晚高峰哎。万事俱备，等您品鉴。OK。我怎么觉着这俩人有点八卦呀？就是啊，但是我觉得椒麻锅还是可以有的。那去，走。俩男人拼不过一盘椒麻锅。终于来了，哦，坐。哟，你们两个身上干干净净的，不像有打斗的痕迹呀、啊。临阵脱逃了？开玩笑，我们把对方杀的那叫一个片甲不留，落花流水，逃之夭夭。真是高手过招，滴水不沾身啊！啊，累坏了吧？有没有受伤？给我看看。手放下。哦，原来是仨女的对付一女的，那对方肯定很惨。要辣椒吗？多点，谢谢。我一直不太明白啊，这女人打架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拽头发，打耳光，踹肚子，